什么？我在吃白菜减肥。我也要吃肥。你减什么肥？我要吃白菜。安排。先准备两斤和牛，然后去掉油边，把肉切成条，然后再一刀一刀的把牛肉条切成薄片，再把白菜头切掉，把肉片铺在白菜上，然后一层一层的叠起来，再把白菜平均分成三段切开，一层一层整整齐齐的摆放进砂锅里，然后再铺上一圈准备好的番茄末，再撒上老抽、蚝油、蒜蓉调制的酱料，再盖上锅盖中火焖个5分钟，最后撒上葱花就可以开吃啦。这么咸怎么吃？待会儿跟你爸说，他这个好难吃。